欢迎阿基师阿基赛利好。你好，凤叔，管家朋友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做这道料理也是蛮家常的，可是其实这几年很少人在煮哎。对了，因为哈，最主要这一道菜的主要食材哈，是来自于鸡巴来内底啦。哦，咱较早真常吼，那咧拜祖公啊、拜祖先，是拢会抬鸡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都放来炖嘛。对。啊，即摆都无家己抬啊。啊，即摆无家己抬啊啦。哦，所以无家己抬，一来是无家己抬啦，二来是即个北来料理，互人一个感觉就是胆固醇的问题啦，有诶无诶安尼啦。可是其实有些时候你吃一点点，它其实是有点补。是 OK 的啦，对不对？诶，无虾米要紧。应该注下。其他你咯。我那时候讲的鸡巴来擦下水呀、啊，下水都是鸡吗？的肚子里面的东西，拢是鸡较侪啦。哦，鸡比较多。啊，都会特别够细分讲，你是要鸡下水呀、啊，鸭下水。哦，鸭。嘿，还是鸡啊，拢有啦。好，同学看看炒下水。过来，咱看卖吼。不过，甲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吼。这是鸭肠。哦，鸭肠。这不是鸡肠，一条拢个75公分长。因为这炒起足够久啦吼啊，看起来较无扳头安尼。嗯。啊，咱就切较长嘞吼，无啥物要紧。后来啊，这肝吼，哦肝，咱本身咱就切厚底就好啊吼。厚底是啥物意思啊？切厚一点。所以是一片这样子哦。嘿，一片厚厚的吼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切哦。嘿，安尼切厚厚啊吼，啊，食起来较有扳头啦。就一片变两片这样子。嘿，安尼吼。哦，这个吃就觉得很过瘾了。对啦，就袂有鸡啊、肠、鸟啊多的感觉。哇，直接剖三片。好。嗯。好啊，这个筋的部分吼，通常拗落来这拢安尼一条是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对这切开。嗯。啊，内底一块黄个物件，垃圾块的吼，都洗掉、洗清气啊了后吼，来。妈妈，咱注意看下对中啊，只要三片嘛，对不？哦，一块切做两块。哦，一块切做两块哦。哦，啊，变过来，来只，跟那切末有花刀安尼吼。哦，我够有花刀。好，啊，即马再开始安尼。哦，再横切。啊，这叉开来，这都会开花啊啦。哦。啊，这就较简单切啦啦吼。啊，你讲咱囡仔无用这个鸡筋切吼。这个那是鸭筋啊，鸭筋，这个只薄皮哦，薄皮多啊。所以一定要把它切得薄薄的，在那个地方。对对。阿拉伯的金牌薄，觉得口感很差。对，很差。所以你看，刚刚是沙地嘛，对，中央那个破开了，啊，烫过来，然后红的划刀，啊，这个黄的切。对对对，啊，都变作讲伊金皮加伊个肉吼。对啊，你看就很均衡。你看，刚好对面是筋，有没有？它挂两对吧？而且刚两个翅膀了呢。好，这个就是耶。这很重要。无啦，咱即摆重点无放出，我甲放在鼎底小烫一下吼，看一下更加清楚啦。真的也揪起来对不？嘿嘿。嗯。后来咱即摆首先咯，这肠啊较清气，肠啊先杀。哦。哦，杀一下再来炒，较清气性啦。哦。安尼小烫一下就好啊。哦。哦。好。哦，啊，即摆这腱瓜吼。腱瓜。来腱瓜。诶。鸡肝跟鸡胗也要再过水烫一下去腥。好来，好来。哦，规个 Q Q 安尼，哎呀，就刚刚好。好。嗯。咱就安尼小烫一下安尼吼。好，阿麦烫伤久。好，马上好起。嘿，好起吼。哎呦，你个肝好大一片哦，鸡肝顶是一大片啊。有啦，大只鸡有啦。哦。这安尼黄的切掉就大片。对啊。好来，咱即马开始炒吼。嗯。咱这个香油落来以后吼，姜，好，姜落来吼。嗯。啊，蒜头，吼，姜蒜头，啊，你料先炒一下吼。嗯。葱啊，蒜。葱啊。好，啊，即马胡椒粉落来，哦，胡椒吼，较香。嗯。好来，即马炒好，再下水吼。哎，下水，这会儿下锅了。好，好，啊，你把它炒烫一下了后吼，咱再淡薄这个烧酒。烧酒，哎，好，咱再淡薄汤下来就好啊，淡薄就好啊啦，吼，莫伤多哦吼，咱不是要煮下水汤啦。嗯，好，淡薄汤就好啊，嘿。好，啊，淡薄仔水安尼小焖一下吼，好，焖一下，咱即摆都爱放咸啊啦，啊，要来放什么咸哩啊？什么咸嘛是放
放豆油啊？拢唔通，拢唔通，放自然咸的上好。啥物物件是自然咸？咸菜。自然咸。哦，自然咸菜，它可以开鼻。哇，这样就觉得好香哦，因为对，就有些干开哈。把咸菜撸来了后吼，咱开始调味啊，淡薄的鱼露。鱼露。淡薄啊，都好，也免伤多啊，吼。啊，即马白醋。哦，还佫白醋。两滴啊，调味。哦。吼，唔是真酸啦，因为咱有咸菜嘛，吼。对。啊，即马来辣椒丝。啊，高山茶。蛮简单的。蛮简单的。最主要就是下水怎么处理。对啊，我现在吼。教也不会。我即马重点就是讲，因为咱唔是煮汤咧，但是我汤坑较少啦。哦。啊，你若要煮汤，就汤坑较侪的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就足香啊！好香哦！好，啊，即摆起锅的时阵哦，同款搁两滴啊香油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来阿妈翻起来。哦，胖公公，胖公公，足胖的啊！我要开始足胖的。所以你看，以前炒下水多么红啊，对不对？以前那个面摊有那个炒下水，再来一瓶啤酒，大家就可以在大树下聊好久。对啊。对不？大树卡了更加久啊！哇，我最想吃的这块。鸡胗，因为刚刚这种切法，我觉得好好吃哦，有花纹，啊，有筋有吧？对啊。嗯，爽脆香啊，嗯，爽脆香 Q， 又不会老，还烧猪端后，嗯，所以有些时候也不用担心说什么怕老啊，还是什么，还是要熟，嗯，嗯，再吃肠子，你看这个肠子还真的 Q 干呢。15公分变成这样，短短的。其实酸菜味道好对哦，我们常常在就是就算我们自己炒，可能也会忘记要放酸菜。哦，酸菜是调味啊。嗯。你不放酸菜，你下盐巴也 OK 啊。好吃吗？可是调味真的比较好吃哎，因为它有酸咸酸咸酸的口感。对吧？所以重点就是那个鸡胗，我真的觉得这道菜啊，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那个鸡胗啊，要怎么切。三坨嘛，要从中间肥的那坨中间切开，然后这样就会变两个翅膀了，两个翅膀，然后再化刀之后再把它横切，对，就很漂亮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们大部分没人敢摘，对啦，因为这是用咸菜，对，咸菜钓味有今天它煮的，而且好吃，有个香气，这跟放盐差太多啊，对啦，对啊，你若无掺咸菜，你要掺其他的菜卡会下味的，嗯，这嘛是爱计较的所在，所以咸菜是万无一失上赞的。炒下水好吃，来点冰啤酒吧。谢谢，阿飞仔。